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果子冠。今天就比较，今天就来继续我们的每日时光升级八百八一进版本啦。今天就是二月的最后一天，好快呢，二月就要过了。今天就是我们又要做28咯，不是我们的，我搞错了。OK， 继续咯。当然不用脚车啦，这里能看的我就看吧。终于没有了障碍，我故意不走心。嘿，我看有什么东西在等着，在前面等着我们呢。有了这只，但是我不打算要啊，忘记去补明显了，没关系，使用地面袭击再给他一击 KO 吧。我们现实中没有地震九级哦，就要不要有出现了，因为九级地震真的是很恐怖一下。耶、yeah, ，拿到了，拿到了道具。原来这里没有东西。原来还有对战，这样的话我跑回去先。我要去找护士小姐来帮我补命。格斗系绝招，打败你。对啦，就是这样子。进化型果然能打败退化型的人呢。这样看一下这里，哦，这里有放啊、哦，这样的话我浇水吧。原来还能这样子。OK， 可以了啦，可以了啦，快点停啦，谢谢。原来这里也可以种。但是有一些事情等多一下呢。OK， 我回来了，对不起呢。我看一下这里是什么。差一点遇到。原来这里回去上一次那个地方。讲话。哎，原来这样子不能啊。OK， 这样子就可以了吧？对吗 ？OK， 终于回来了这个城市，我又回来啦。护士小姐，帮帮我，帮帮我！谢谢你的免费护理，我的神奇宝贝真的非常喜欢你的免费护理。OK， 走吧，继续对战了。今天应该也是只是对战时间罢了。嘿 ，OK， 继续走吧。当然就是先走这里啦，因为这里。所以说不是继续我们的冒险啊，但是会比较有东西等着我们的样子，对吗？
有东西在等着我们呢，所以继续吧。嘿，一起 KO 吧。啊，竟然没有风火轮再次出现了，原来他也会啊。星星攻击，谁说天上还没有星星啊？我是可以抓的，但是不要，我不打算抓这只，我都有火系神奇宝贝啊，我还要抓这只怎么？对吗？什么了？啊，改一下。哎，顺便练练一下我的火猴子吧。耶、yeah ！拿到了新的东西。啊！中对战了。来吧，我不怕你，就用这招吧。水晶攻击，菜鸡留下一起 KO 你。还是出一样的吗？哇，就还是出一样的绝招。所以说，莱文，你的莱文蛮高一下，但是我好像有点不怕你，有点而已啦。果然，也是一击 KO 打败你，你也升级了。哎呀，又按太快，对不起，米娜桑，按太快了，没有给你们看到。这里中间是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吧，哈。嘿，拿到了毒药吗？还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没关系，过我再来检查。现在先对战先，因为遇到了夜神神级宝贝出现啊。那这只明明好像有一点蛮长一些的。不知道为什么他真的没有什么怕的，啾啾啾啾，啊，不不不，啪 ，OK， 继续吧，继续我们的冒险，就知道有一个山洞，很安妮，很安妮，知道吗？我看我也不能去了。那边超暗的说，我看我也要准备去抓一只闪电神奇宝贝，就是电气神奇宝贝，但是看哦，因为是说电气神奇宝贝啊，但是我也要看我比较喜欢哪一只去抓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就看一下有没有那个，就是 Flash。因为这个绝招呢会比较能用，就是用在里面。这样子的话，我是怕是要去打第三个道馆赛我才能打到啦。当然不用紧，反正知道了前面有，所以下次就去吧。下次就去探险那个山洞吧。虽说我们已经探险了几个山洞，但是因为没有特定的绝招，所以我也不能再继续探险。来，叫你们，哎，可以拿，拿到三个你。我就中了。下次来的时候肯定会来了，下次来的时候就拿吧。
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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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神神动神移动，继续吧，我故意要找你来对战啦。哎，啊，那还有一个呢，听说有两个，那还有一个呢，我已经看到了一个，但是还有一个呢，也是在比位吧，没关系，星星攻击对付你，瞪我这么你，瞪我这么，你知道吗？我用星星攻击打败，用来打你，但是你瞪我这么，我就奇怪这个了。哇啦，你瞪我了，我过后我就一击毙命了，啊。原来一看小树绝招，我竟然拿来打你，还真特别。继续吧。啊！竟然遇到了神奇宝贝。我就用这招来打你。然后这一场应该也是算最后一场了吧，最后战一战，哈哈哈，来帮忙切掉， OK 继续。然后今天呢我就在这里先差不多结束吧，因为到了时间了。OK去补命一下，然后就是存档一下，你这么要走旁边不是走中间，存档一下就换台啦。然后再次要谢谢一下这个位护士的免费护理， OK 谢谢，然后我就存档啦，在外面我不想在里面存档，在外面存档会比较容易。玩神奇宝贝游戏呢，就要每一天都存档，没有存档的话，你的游戏进度是没有得进去的，没有得继续的。 OK 这样的话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啦，皮卡丘，拜拜。